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来玩乐歌女这一局好人。我是好人哦，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，我也是好人，我也是好人。哎呀，哎呀。L B 面包哦，啊，还想跑？一号其实，一号本身就是一只狼啦，是小丑啦，我们不要信他讲的话了，因为我看他没有什么做任务啦，他只在那边跑上跑下而已。我对他所讲的话有所保留，因为他可以等法医出来呀、啊，法医还没有出来吗？应该出来了吧？他自导自爆。我是觉得面刀的话直接爆也不奇怪，如果是直接面刀的话，还是 L B 你是小丑啊？啊，我刚刚在电力室有遇到九号，对，就这样。对，然后九号跟一号是 YouTube 的野娃。我刚刚就好像一直听到四号说要到一号，到一号。二号刚刚没声音，三号又不反驳，然后。又有人怀疑谁是小丑，怎么办嘞？我们要投谁嘞？我是工程师，我是好人哦。好，我们这边资讯量很少，所以呢，先不要票吧，看你们啦，我跟票啦。二号有声音吗？二号声音我没听到。欢迎。哎呦，十号你是狼啊？号哎呦。三号，那你为什么不反驳？声音你们有听到吗？二号声音我没听到。二号有啊，我听到二号讲。好，那我为什么只有没听到二号，其他都听得到？好人头三，头三头三，狼人弃票，好人头三，我是好人啊，所以我只能头三喽。二号四号有鬼哦！我姐我姐我姐，不要去我姐。好的，好，没有人要理我，鸟兽散，大家都不见了。我的蒸汽法刚还少一个哈，呀，走开！怎么那么多人来看热像仪？又要修理，真是够了！来来来，哎呦喂呀！你粉丝他要追着你啦！我都看不见你后面多久了。八号，你要干嘛？你走开！你走开！不要追我！不要！不可以杀我！走开！啊！你这个小坏蛋！你这个小坏蛋！我以为你是好人。这位小朋友心实在太狠了，怎么会把我杀了啦？哎呀，快拍尸，快拍我的尸，救命！啊、哦，晕倒。好哟，我看到尸体，我先听一下你们的位置在哪里哟。我在酒吧，刚才我看到九号追着一号跑，然后八号也是在那里。可是一刚刚把三号盘出去耶，然后刚刚后花园解完，应该是有十号也在那吧？啊，二号现在死了，我会小踩这个十。哇，我第一次见到 YouTube 呢。
刚才一直追在一号后面啊，就绕了好几圈吧，就追了一分多钟有吧。我就自己在监控室那边看监控。我觉得七跟十哎、欸，七跟十。妮妮。啊。妮妮。那箭头死了。小花，就是你啊。对。他到了九号。对，就是他。不是我。哦，真的是你，我是法医。原来是法医。哎呀，好可爱的孩子。有些小朋友啊，喜欢鬼吼鬼叫骂人的，我们真的不喜欢跟他玩。可是像这种天真可爱的，哎呦，激起我的母性光辉，太可爱了，宝贝。你为什么杀我？我不是说不可以杀我吗？哼，我好难过。我当了 YouTuber 就这样吗？你可恶，太可恶了！这一集我有录下来哟、哦，下礼拜记得来看。就是七号把我杀的。不行啊！你工程师还给刀哦？我以为他好人啊，他这么甜美可爱，我被他骗了。好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请帮我的频道按赞咯，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